欸，那边有阴影哎，那边的有，看到吗？哎哎哎，你勾住了，好，没事没事，好了好了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要走小路来？欸，老师要停近一点啦，这样才可以一起拍照啊。这车不会有人要出来吧？这房间不会有人要出来，应该不会。风味。嗯，那时候轮胎走比较远，那就来试录一下。你说这叫什么面？罗勒青酱，青酱牛肉杂碎面，对，杂碎，全家都杂碎，杂炒面啊。阿晨现在都在看哪个 YouTube？ 哦，看一下，好像没有很少在看你的 YouTube。我前阵子有看那个谁，十三啊，他好像有买了那个。忍者四缸 double 啊，嗯，四缸新出的那一百还可以 double 啊，对吧？就是它就是黄牌四缸，很屌。然后还要 RRR 上去，就两个 R 而已啊。你会有三个、四个？我也跟着订车了。结果你订了，四百啊。对啊，你看，重点是忍不起那个订车诱惑，不用订机，不用订机，然后可以退钱，可以退，可以退，不一定要赔。你说可以先发布订，应该是，应该很好卖。他已经现在已经。那个业务说他每天包。哦，那个松树好大好。这样子你怎么？哦，你都买车了不是？啊，是你刚刚不是说你订车？啊，订车不需要花钱。裸辞。所以你动一下。是不是会害怕掉下去？废话。老爸在等我。对啊。老爸在等我。我在等你。然后你看饮料就放外面。阿飞，你嚣张，靠在妈的外面。就是在车上的。说不定。我也觉得应该不是。哎，可是如果不是他，他就是被哨兵那个给录起来。这个全村的希望。那是不是从哪个梗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？对对对啊，然后那个，就我后来去查104，他第一个就写全村的希望有限公司。你真的，我那时候就砸了，真的有这家公司，他自己抢先那个注册。对对对对，而且他去年注册，他那个金。Oh.